爱与百零五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Just like Bridget Bardot, all I want is your French kiss, your French kisses. Coca light and a cigarette in bois, my sous la lune. You buttoned up my sweater.Sunrise coming soon. A perfect night is passing by, but this kiss will always last. Baby, don't forget our days of splendor in the grass. All I want is your French kiss, your French kiss. Yeah! Yeah! 以前以前，哎呦，不错。我最可怕的事情是我遇过鬼，真的，什么情况？在旁边吗？真的鬼，然后在那个什么在旁边，在就是我去垦丁工作，然后那时候凌晨五点的时候，然后因为睡觉大家不是会用那个门帘吗？饭店，对，然后睡一睡就听到哐。很大声，就是有人开门在要撞开你的门，要进来，然后撞到那个门链，然后后来我们就三个女生全部吓醒。哦，三个一起，有一起，因为真的很大声，那确实应该是人的，因为三个都听到了嘛。对，然后我就说谁，我们这边说谁啊谁啊，然后以为是工作人员哦，结果没有人来回应，然后我就睡眼惺忪想说啊怎么不讲话，我就自己走去看，我就看那个饭店门的那个猫眼。然后往外看，那个对，很可怕，那很可怕。我跟你讲，超可怕。我看到那个猫眼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男生，譬如说穿像宪哥这样，有个西装衬衫外套，然后我看到只有这样一半，就是，可是这个一半是他站在很旁边的一半，那就是没有拍到他，就是对，只看他一半身体。猫眼坏掉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那为什么这个人站在我旁边？我就想知道他是谁嘛。可是我看到人，所以我就把那个门打开。你唔当啦，还把门打开。傻傻女孩，因为他就要进来了，半睡半醒。对，因为你刚睡醒，你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就把那个门这样打开以后，想太少，我就这样看，哇，你好勇敢。结果没有东西，那就走了。没有东西，结果，没有东西，我就把门给关起来以后，我不晓得我哪里来的胆子，我把门关起来以后，我又这样回去看那个猫眼。还在，他还在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就关起来看到他还在，我就立刻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那怎么办？我就哇，然后赶快往后冲，然后冲到房间，就床上，然后我朋友就说：“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不要问，别，很可怕。”然后我们立刻。哎，那个有可能搬走，可能是猫眼坏掉，对，猫眼，他在猫眼中间藏一个那个西装，永远就是有一个，会有一个，哎，你那是万花筒，万花筒，对，好，吴以轩来第四名的，哎，来，哇，刚刚你的有比刚刚这个可怕吗？哎。我的没有那么可怕，那个是真的蛮可怕的，对啊，真的哦，对啊，那偷拍李玟啊，照抽签啊，好不好？偷拍李玟，对啊，来，那我们要看一下他这个受惊吓的 ，OK， 好吧，来，请看。今天我们跟经纪人串通好，趁以轩工作时躲在他家，让他受惊。会被自己吓到。哎，我的。Oh no！ 好可怕。又是我，好丑。喂喂。好无聊。蛮 Q 的。哦。太凶了。好可怕。哇塞。再找一个适合的点。
到一个地方了，吓死他，而且是冷不防的那种。你记性给我好了，我先去躲一下，那你们可以先出去。我想这个地方我自己都怕。他回来，他回来了，我们去。这边由我来简单介绍，女神回家不外乎也是看电视、画手机、玩猫。回家过了十分钟才发现异状。其实我们厕所也暗藏一个老鬼，由于以轩都没去厕所以只好。两个巫以轩。对啊，轩轩。吓死我了！哎，你刚刚我还都没有觉得很奇怪。有，我想说为什么这里长得不太一样？那我回家还会自言自语。没想到老鬼成功吓到以轩，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。他都没有去厕所哎，哎没事了，哎谢谢，拜拜，拜拜哦。被鱼动的感觉怎么样？很不舒服。哇！吓死我！大热门愚人节计划成功。哎呦，愚人节计划厉害厉害，会吓会吓。这个样子会有后遗症的，你会你以后回到家疑神疑鬼，哎对，到底有没有东西啊？对，因为我被吓到两次，然后我很大声。你知道最后那个管理员还打电话上来说，邻居说你的房间有尖叫，他问我有没有遇到什么，就是他说我，对他以为我遇害，他说你人还好吗？因为邻居有投诉说旁边很大声。哎，这个邻居很棒，对，远亲不如近邻，真的，台北不容易，很可怕。哦，不错不错，不会，但是那个画，哎，真的好丑，真的，那个好好笑。来来来，一二三，就你，先坐第五名，绝对是第五名，好，请请。